下去啊，你干嘛？这个卖多少？我买的，你干嘛嘛？卖多少？不要乱说好不好？不要乱说，斤斤卖价，一条多少钱？680块。680？两百一条行吗？200卖拿走。行吗？250。什么梗啊，这样嘛？加50。不是50，就是要我。行吗？不行，算了，走了。我卖的随便卖的。这个不对，谢谢。行吗？一堆，随便就买了一箱一箱。那是直播间拿去卖的。卖三天五天的这样子写上，你跟你我现金，马上现金。这样，那么你跟你吗？一堆嘛，580块，阿爸。250。那什么卖嘛？250。你就值个250，行吗？不行就拜拜。那个有没有？拜拜，飞吻来一个，打住，行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也不能说，你不能说。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880块，250。八百，250，你慢慢。250。看到250的800吗？3条750。行吗？你看的就得一两就。哎，行，这都开张了。多少钱？800。哦。你给80块。可以。还有没有？还没有嘛？你现在我给一个一个买了一箱一箱，就一矮的也是有。你就这里什么东西喜欢你？不给钱，好不好？250一条哦，全部一起800，我买了3条，一箱切的姐姐们，一对买了一箱一箱。OK， 真的。小黑，哎，小黑哪里啊？连那个也不要。小黑哪里啊？去买一瓶矿泉水来给我喝。对，一瓶小的那种，不要大的那种。可以，你去买吧。有小妹需要，我就意思一下嘛。小妹，对不对？快点！这里面都是什么东西？姐。就买一瓶就可以了，就买一瓶，他们不喝。小妹，你们不是啊？你们是谁？I love you， 你干嘛？开玩笑的，我是怕你们。哎，麻烦了啊。姐，跟你说，你是关心哪一点吗？爸爸。哪一点？